乾道一鞠躬，坤道一鞠躬，前人好，前人好。各位同修学浅，大家好。今天是我们这个会的新春，过去我们老祖先就跟我们讲。一年诸暨在于春，一入诸暨在于晨。那当然，我们刚好今天是正月一号，也很荣幸，我们也因为吴议员今天也来跟我们参与，这个是大喜。咱迄个这洪经理、洪师啊，说这个怎么说？底下几个，我底下多，伊就讲我丢了，安尼啦吼，非常有缘，过来咱个李队长、陈队长，来个欢迎一下吼，因为咱在这个城啊。嘛，三十多年啊，也拢无法利用把咱主笔铺桥吼。你今日有机会来把咱主笔铺桥，咱大家足欢迎，还嘛足欢迎。希望呢以后利用，让咱在咱这个做叶县等有需要的时阵，来咱到协助。阿嘛希望。李长呢，听讲伊嘛求道求了啊吼，求道求了啊吼，我阿头路才甲讲的吼，爱来买球啊，啥都无，若无了解都无知啦吼，所以吼，伊嘛讲李长较常来遮找顾客，还是找咱这同事，郭议员嘛是，郭议员。伊足热情，对社会服务真好，但是吼，人生来到这个世间，无得到最遗憾，但是得到了后，不要想到，不要烦恼，不要救度众生，这是最大的遗憾。所以嘛，希望讲无遗憾，咱会当伫这个地方，会当过来参悟。今日是我发动咱安怎安闹的介绍吼，所以伫遮呢，当为讲讲即个新年新正头，即个新气候的时阵，祝咱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咱就做个丰年，希望大家今年兔年吼，兔年爱迎大运。所以兔年安怎迎来兔啊？要走足紧，这条也足大。所以吼，咱今年爱好把握，伫这个癸卯年的时阵，咱让这个姻缘拄好以前啊，较放松啦。希望咱大家拢会当好好来努力打拼，共同来救度众生，脱离这个生死轮回的离这个苦海。这是咱。历代圣人先佛所有的遗愿，尤其咱六十四代祖师，拢总有七十尊，拢已经重生了，会使讲焕然一新，会使讲是一个非常内底，咱也愈好共看内底文化，迄拢有本种足深的意义伫内底。因为六十四代祖师有七十尊，拢要请来遮有法度，所以代表咱娘即阵就弟兄罗祖咱金光祖师，金光祖师就是弥勒祖师的应允转世，所以叫做弟兄罗祖。即阵是即边即阵是咱的师尊，迄边迄阵是咱的师母，
这是要咱食一斤嘞，食个七嘞，哦，安尼吼，咱今日大家，哦，是咱们咱的爸爸妈妈，哦，就是叔侄叔伯，叔侄就像咱的爸爸，啊，叔伯就像咱的妈妈，啊，咱拢去前去工作室做做事的咱，咱的阿公，安尼啦，啊，所以咱今日在这个培养变化修道的这个内中，咱有足济。而且主菩萨的种种的典故，啊，是有当时啊，咱不了解迄个因缘，所以现在啊，这个人说，这阿弥啊，你讲起来，有得福呢，啊，王德福来提提迄三本物件，伊个无搞一无拍，讲迄三本物件里面啊，嗯，得福就开创培养开始。啊，所以三本物件里面啊，有礼本，有圆钞，有点安。礼本就是啥？礼本就是咱，今仔是点观世音领天灵，爱先领一本礼本，无迄本礼本做基础，迄个点观世音袂使无当无天灵礼本，毋是咱这些佛啊礼本。这点本事拢知啦，圆参就是咱现在唔在修养啊，委托圆参轮，这也是圆参。点安啊，点那个圆，啊，讲点安，我是哪会？咱各位知影？不知无？会会会哦哦。点安就是咱的口诀，迄个口诀讲了到底。就亲像电力团遐紧，随达到这个点达，所以咱去靠法会当方向化解自然天象，这就是点安，也嘛有人写如意安，哦，啊如意如意的声音嘛足紧，哦，啊点紧，所以迄是可能是写的人有功，但是咱到今嘛无当去考古，啊所以如意安嘛好，点安嘛好，迄就是咱靠。所以咱得到有考过无？哦，有吼，啊，好好珍惜哦。这是咱即阵的见闻啊，有无？啊，那较早哦，互咱今仔是即时得到，即时收到，即时收到，这是自古以来无的。所以那个三皈大会，这个会足重要，三皈六戒一所可爱。但是这个花，就是讓我們一起建設，一起建設。你有建設沒有？有救到啊。建設沒有？有，有救到啊。你若說我沒建設，你才笑我。沒建設，我沒建設。領主把你點那裡，你的聖地，咱細小人告訴你，喔，那個很壞聖地，啊，聖地是誰？聖地就領主把你點那裡。啊，即卖明书一字，互你明心见性，迄就是你的心，是毋是？真心是遐，叫明心见性。啊，明心见性就是咱会当修佛，会当修菩萨，会当修大仙，所以会当脱离这个生死轮回，唔免阁在这个世间重蹈生死轮回。所以今仔日咱阁借着这个新春，啊，多用。用精神的咱就是在多数的这个发想，啊，会当讲给咱大家，会当得了愿啦吼，因为大家拢安尼出钱出力吼，安尼也是来布施，哦，阿叔讲这个大家世界多数拢建立好势，今仔日良心啊，皆福，会当给咱大家看到，咱过去现在多数的这个经验啵，哦，啊，无较早拢无油菜。啊，你用本色，啊，本色一换头啊，真啊，真啊是真啊，就是讲看得真好，但是吼，即摆整理啊，搁较好，就是呐，看得搁较清楚，哦，迄个印刷的迄个吼，广告就是，迄雕刻的咧雕老啊，有一款咧较强啊，讲同样。啊！你做出这树，你代志树啊，啊，歪歪啊，你真真，都点起
老呢，那你存在哪里钱是不一样的，你看这个你说这就是被笑不开不大开，这是被笑没完的，你看这个雕刻的贴过来贴头贴过来，那哪有那形象啊，今天咱六十四代祖先，咱过去的文化一贯都无失传啦。其实过去的师祖会做出咱明白，吼，啊嘛无法度流传这样。所以定定定真经写讲：西天数千万灯转，当铺三三定高明。当西天，西天是印度人啊。数千，数千多少？数千又是多少？28，数千二十八到28代观达摩祖师，因遐传习或者传经，所以达摩祖师把西方的习法传来咱南土，所以叫做西方数千传经传，南土三三入教门。当初就讲咱叫做三三三三偌济，九三三得九九。那这个省有两个三，二三六两个三啊，二三六。所以传到五座，五座桂林，六座桂林啦吼，传到六座桂林，这个大哥是这桂天。这个人看到做东西拢知影啦吼，也嘛搁一个三三或者三三九三三九对无？嗯。啊，所以别个建国的开始到五德辉的高速，所以咱这两个时代做出你来去甲看，内底分装足侪含，足侪奥妙伫内底，哦，啊，所以吼，这伫咱今大家有这个福报。咁啊，上天注意啊！吼，啊，予咱咱大家会当，今仔日过来用心啊，即个过去个疫情安尼吼，啊，希望以后都较开放。咁啊，希望咱大家都度化众生，咱今日就是要度化即个世界污秽个众生，大家拢脱离即个生死轮回。所以吼，唔但大度普济，啊，度会开度安尼来个啦吼。咱今日虽然是讲有食菜有修炼，但是吼，咱讲有穿袈裟，就是呐，咱就是背肩，所以背起吼，好啊，做囡仔吼，台湾打国服，台湾打国服，民国三四年，彼阵呢，就有人安尼讲啦吼，讲吼，即摆吼，有食菜无上经，叫做背皮肩。安尼听话，有食菜，无上经，即摆迄号做花皮精，安尼讲有食素食袂？哦，有诶，有，有啦吼。啊，有咧上经无？足少啦吼，拢念面经好是本身，免人小知嘛。咱花皮精，花皮精来真正是熟悉，所以咱就会当好把握。就这个姻缘，一生人一处，别人应对咱，他怕病，别当度化他这个众生，他的这个身心灵，安尼人别当，这一代的文化，这代的就是文化，啊，你就好来欣赏，啊，好来看，这道好，这个是，这个是个有诶，有一个现代做事标准。啊，迄个是咱平常读书，哦，啊，这两天拢，迄白变小变啊，先有一个红日头无？你有捌一个红眼咧无？啊，为什么到迄个红眼咧？你知影无？知无？知。唔知吼？日头。啊，下底有一只麒麟无？好。麒麟，麒麟，有一只麒麟无？好。啊，麒麟。伊个脚有打哪位？打八仙的八宝。哦。八仙的八宝，拢无伊个，但脚哩啦，
一个看见看见一点蜜糖哦，想要给吞，所以也吞，为什么吞一点蜜糖？千万别讲一点，吞一点蜜糖会没事啊，没事，是。啊，这个艺术和这些艺术不一样呢，叫咱俩今晚不能贪，不要贪心，贪的太多，像这只鱼，脚都大，不鲜的不饱都可以大的卡底啊！啊，一点一一点镜头啊，被它吞落去，你发觉昨天也是贪，嗯，不，所以呢，人心不正，抓分相啊，咱就应该贪，而且来这宿舍多的话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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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活动元成。